来，姐妹，大弟，这个几堂来，就是我讲到的那声，我特别跟人分享悔改，悔改的生命，悔改的生活。但是姐妹，这悔改对咱的生命真要紧，我前面跟你讲到这物件，悔改不是就是咱心主之前跟人讲几句话，几多叫悔改。悔改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呀？悔改的真正的意思是包括你的心智、你的行为，跟你生活中所结的果子，阿门喽。那兄弟们，你看这悔改的真正意思的，你就知影悔改不是一个简单的进行，悔改不是讲几句话的祈祷就算了的，悔改的真正意思就是讲不走行的路，你要行到头边，行对的路了。有走犯罪，你事后不甘心的，你做歹的，拢总都卖了，你行对这条路，对了耶稣的路行。哎呀，姊妹，当你安尼看来行上帝路的，咁样叫做悔改。哎呀，姊妹，你注意啥物件？讲到悔改，咁样唔是单单是祈祷尔，讲到悔改是跟你悔改心智有关系，跟你悔改行为有关系，跟你悔改的生活的结出来的果子有关系。第二，我讲悔改唔单止是一个祈祷咧，是一个行动咧。这个行动是啥物件咧？你就要有一个在罪的心。但是只话一个悔改人，一个信主人，信了主过后，那是对伊所犯的物件是麻痹的，对伊所做的罪恶的代志是未去反省反省。未去啊，尴尬就唔叫的人，像之外，这种的人无叫做悔改啊。所以讲人无叫的，他们是悔改来，悔改人登陆，即系悔改为心灵归正，你当下，你一下就看到你家己所犯的物件是唔对的，你未以有罪为无罪，你未尴尬就让你看到你尴尬的，你生命所做的是对的，佮找一个理由来解释你所做的罪恶物件，来听之外。这是真正悔改啊！这真正悔改啊！一直都是一个在做的人。第二，悔改是一个行动呢。那像这么一个真正悔改的人呢，也对于做过的物件啊，真听、真懊悔、真后悔，这个悔改啊。那这个悔改人未享受了所做的物件，然后伊未感觉真正平静等于做歹的东西啊。这个、悔改人是怎样？悔改人是消灭去行人的。等于有欠人，伊做唔到，伊有得罪人，那一个悔改人，诶心内面真正内疚，真内疚，真痛苦，然后伊想讲要去补救，这叫做悔改。落来，我要讲个啥物？我都要注意咯。要悔改来讲，这悔改是一个生活诶，这悔改是心想要脱出内面诶。那样之外，当你是一个悔改人呢？你就要叫人对付你吃食吃坐罪，你无放下你，等你做到唔对了，你感觉痛苦；你做到唔对了，你会去悔改认罪来上帝面前。很俗，因为你就要有一个悔改的生活，悔改的心，因为都点点悔改点啥，避免的心定，来讲心定。第二，你有悔改的心，但是悔改的避免都堕落，来讲堕落。第三。避免你鬼恶，了鬼恶。啊，你是定啊，这个你心内唔变到定型啦，还是话是无悔改啦？你做罪，也时常做，去罪，但是无悔改，因无感觉有罪，那这人的心就来定，到到未来，因无过再做好。然后第二，这人啊，一来去做罪，点声人之外，伊心思的点声，伊可能会知影惊，会知影艰苦，但是伊愈做愈济点声，伊愈。万事，伊无个在感觉艰苦。第三，啊，做叫做背咧，背是调低。一开始唔单止做歹无感觉就无好，反对享受在咧做歹位，调低做歹来得罪上帝啊！吓，即款一种嘅人，都唔是悔改人。所以即款你要分啊位，基督徒，那基督徒讲信主嘅人先，原来即款一心就悔改生命才重要。但是我要跟你说的，大家看悔改打赢的酒桌，大家说悔改赢的酒桌，你若是无悔改，
周总在你生命里面，咱看一个周总，大家讲周总安怎来？看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十四到二十节，创世纪第三章十四到二十节。Genesis 3 verse 14 to 20。这段圣经节是记载人逃到犯罪，背叛了上帝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人开门接受罪的咒诅，就到人的生命，将这个上帝和世界和人对管理世界的权柄交了给魔鬼，和死亡甲其他的咒诅，接到人的生命、人的生活，所以到今日都坎坷。咱看圣经创世纪第三章十四节，圣经记载讲，耶和华神对蛇讲：“你既然做了这代志，定要来受咒诅，比一切的禽兽也受过较大，你定要用骨刀来行路，一世人吃土，我又搁要叫你个查某为敌为仇。”你后代，你个查某的后代，彼此为仇；查某的后代，你伤你头，你会伤伊的脚趾。又对查某讲：“我要姐姐代替你怀胎的苦，你生囝子的当下，你要受痛苦，你要连磨，你的丈夫，你的丈夫要管辖你。”又对亚当讲：“你既然听。”对你母的话，吃了我吩咐你未使吃你面厝内诶，树上顶的果子。第二，就要为你的缘故受咒诅，你要一世人劳苦，甲有在条大地地内趁食。第二，就要为你生出遮济的妻，遮济的无好的人，也要治理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。你在那边挖楼挖面，把你家己吃饱。第九家你归了土，因为你是从你土里出来的，你本来是土土粉，到底要归何土粉？阿当何伊个名叫做夏娃，因为伊是正生的老母。大家好，记住。假使我将你人之文教条传给我条嗰啲圣人，你只可俾人为人明白你话，为人圣人。我对你完蛋，我叫你圣人，作为人之外，人当在，好叫你人耳也开，目睭金，心内就拍开，完完全全接受你话，好叫人把自己支配了意义的神话，怎样类似？感谢你听耳朵红牙收着这些牙叫，阿门。人之外，作圣人在基层，可能人犯罪，这背景的犯罪呢，就是上帝做了人以后呢。做了五层树层下嗰啲伊甸园，即五层树层上帝交代未使食，你食了定着死。啊，人之话，你想到这个记载，人家可能会感觉是这笑话，就是讲安怎上帝安尼麻烦，哈密树做了人，佮要做了这五层果子，叫佮人犯罪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若是讲明白食食这五脏归子的意义呢，你会看到上帝的爱，不是看到上帝的麻烦。你要知影上帝做人的样式，刚刚我跟你解释，当上帝做人的样式，圣经记载讲是按照上帝的形象、上帝的样式、上帝的款所做的。所以意思讲，上帝生命外面所有的一切，拢给你。上帝有智慧，给你智慧。上帝有情感，何你情感；上帝有知识，何你知识；上帝有灵力，何你灵力；上帝何你喺你啊，你生命里面所有嘅即个感觉，你睇到感觉 ，OK？ 然后前面嘅上帝有咩？上帝你何你就是叫自由观，嚟讲自由观，阿婆就是叫做自由意志 （free will）。自由的意志，自由权，自由意志，这样东西是上帝有的，上帝给你。那兄弟们，当上帝给你的自由，才能够去做这样东西，他就减去他的自由了。
伊就为物件离世控制住咧，对不对？所以为世经呢，为世经背叛伊，卖听伊话，为世经做歹，为世经行家己的路，卖对上帝路行，为世经卖按照上帝旨来做事，按照家己的意愿来做事，你知影啦？因为上帝予你自由。那我问你啥物件？上帝予你这自由会点样好无？好，你看到上帝爱哦。伊是完全听你，无保留的听你。那我们有啥物件？上帝做人会点子？会使想到做 computer 了？那咱知影 computer 是个空的脑来，当你爱哈物件，你 download 去呢，你 install 去呢，对不对？你爱哈个 software， 你 just install 个 software 去。你都爱你只 computer 对了你新物件，上帝会使做咱咯？做人会点子？上帝在 install 在你生命里面，叫你单单了读圣经，会晓对伊的话唱诗歌，学落伊，单单了做好事，听伊的指引，完全无恶念，无家己意思的，会。但是倘若上帝无做咧，你袂记上物件。上帝做人的点啥？伊做你完全甲上加伊家己。你看到上帝对你的爱，你看到上帝对你的奇妙。那等于将伊生命所有的予你了，包括这自由权，伊会使卖予你用这自由哦。下文呢？阿咩啦？下文呢嘛是这样。但是你看到上帝予你这个自由的生命了过后，伊放这五脏抽脏在伊这边呢，都是予你有机会去用你生命有诶物件，就是这 free will 自由权。然后，伊个教你安怎用这自由权，你若是用唔到，伊个讲，就装到入到你生命，你就都死。所以人却经常用这自由权，经常来背叛上帝话，加入这分别善恶的位置，然后互就装。接来人的生命，我未了解问题。上帝做人，将完全的生命给人，将这自由的意志放在人的生命里面。然后上帝给你机会，用这自由的意志，也是叫做自由权，佮教你安怎用这自由权，并且佮讲话运用，你会接受救助，然后面对死亡。所有物件上帝做了，你用着这个你的自由去做。背叛上帝物件，我问你是上帝唔对还是唔对？哪唔对？其他阿公阿妈都做了这物件，所以罪就坐在教会生命里面。但是嘛，然后上帝宣布，咱宣布这个定罪，伊人会生命。头一个，谁？因有查某食果子。所以抓从今日开始，你要用不多来了，一世人吃土。查某，你听到抓的话，吃一辈子，你一世人生囝，就要听，要经历生囝的痛苦。我跟你讲，查某若生囝，是对于痛苦的一面啊，对不对？那是无吃这个辈子来讲，可能查某生囝才崩溃的，不出来啦。但是因为查某吃了这个位置，所以应该是很好。查某要连播打播，意思讲，一个查某的一世人，伊有一个情形，就是破打播来惯了。所以起初是男女平等，但是今日打播惯了查某来这情形。OK， 第三，打播你听查某的话，吃了这个位置，你一世人就要流汗。受苦，把你趁着吃，所以土脚无骨仔，硬的出产了骨渣，你根本免做工做趁吃。爸母咧，伊就要去落苦，把你甲咱吃，你看袂怪因，咱的日子来拖，安尼扛苦来压力，你输咧，因为咱受了受造。那现在话，你看到这情形，你点子啊？你知影啥物件？受造上到来，就是大地咱人的祖公那边传到咱的生命。那咱看你是受造。就做的原本的意思啦，就叫做加阿加埃阿翁阿希，等于讲加埃阿翁阿希。
这句戏要来文的意思咧，把你中文的解释甲阿嬷的解释来讲咧，是叫定死刑的意思，来讲定死刑。定死刑。那是不是？圣经内面讲，若是吃了这果子，就要死。人的生命是叫定死刑哦。对不对？你小看外一个囡仔，就大肚肚的，一出事嘛，出大大亏。伊的这个结局啥物？佮伊结局阿咩？死啊！咱今日是无死，但是我咪讲到一步行向死亡的道路。咱的结局无通走，无论你是老少年，往地去食，查某大波，拢总未有一死。所以这意思就是讲，上帝大伫当时宣布这个咒诅临到人的生命，因为人犯了罪，得罪上帝，拿了家己的自由权去敬卖假上帝咯。等你敬卖假上帝咯，你是失去福气的源头，然后你接受罪恶的咒诅，入到你生命里。兄弟们，今日咱来看什么呀？兄弟们，他们是咱们悔改。等你悔改了啥？你把你该接受着，来讲接受着，接受着救恩。兄弟们。所以耶稣来到这个世界，你看人犯罪了，上帝佫预备的囝，成为一个计划来救人。所以耶稣七十二架等是天使，耶稣七十二架等是为了流血，耶稣七十二架等是为了破碎的生命。然后伊讲，我的血赦免世人的罪，我的身躯破碎，医治你生命，医治你经济，医治你心灵，医治你家庭，医治这个世界，所有人才受的救恩的。第三，伊讲伊用个死来换你生，伊叫做死刑。然后今日咱离开这世界，咱无再落去地狱内面冤死，咱去到上帝位着偷棒，去到伊个国个内面，或者伊个父个内面，天出天国个内面，享受咧永远个画面。那兄弟们，当你上帝个牌个囝第十二个，救你个完成咯，人要用啥物件去接受？咱本来讲是信耶稣，对不对？但是信耶稣的意思是啥物？信耶稣的意思不是单单吹相信的，乃是一个悔改的生命，一个悔改把路甲正位，一个接受的器皿，也是叫做一条桥、一条路，替着主的救恩在你生命里。那是人无悔改，罪。原在老的你生命，虽然你叫你自己是基督徒，明白我意思吗？咱看，他们说人要悔改，这悔改的三项代志，一个要紧的要发生在你生命。头一个，大家讲破除旧作，当一个人悔改了，上帝面头前的点声，伊的旧作就破除了。那我搁要强调一件事，之前我跟你讲到三句，我讲的多的点声，是我要了解。悔改不是简单几句话，我悔改是从你外到内，到甲你的这个行事行动，你的外口内面的生命甲生活，拢总要过一个悔改的进行，把个叫这才悔改。阿妹咯，所以讲，千万等你悔改，咱才会救助，把你个头画出，我好看你救助，可能是明白的。诗篇第五十一篇第一到五十，诗篇 Psalms 51:1-5，话大必王是凭犯罪了过后，伊安怎向上帝来祈祷？大必王是真特别啊！哇！大必王讲：神啊，求你按照你慈爱怜悯我，按照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，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清洁，并且戒除我的罪，因为我知影我的过犯，我的罪常摆在你我的面头前。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，在你眼前行了这恶，中间就会责备我的点声，现为公义；我大我的时候，现为清净。我是把你罪孽来生出来，带着我的母亲怀胎点声就有了罪了，才叫我知影。伊今日犯罪是为了啥物事？为着讲伊的生命不能老了罪的诅咒。
其实代表我们都会买不多来用外因很久呀。那像姊妹，你会知呀，让你生命老掉，让你祖先的罪，让你生命老掉，罪的旧状。所以当你买不多，或者生出来怎样，你就面对这个世间的苦难，还有别呢？还有如有罪的旧状，就是你生命。圣经讲讲到五种罪的旧状，就是咱生命。头一个病痛。那是讲你参参加我这舞蹈班、舞蹈课程都怎样啊？第一，第二在乎；第三就是巧无累，送向衰的生命；第四就是家庭婚姻失败，就是家庭的症状；第五就是死亡，就是咱人人拢会经历到的死亡。这五种的症状，是包括咱的生命第六呢，搞了东西啊！你就发生了，那是你无悔改罪的生命，罪的旧状，就是生命。你教了点声，点声在教，越罪的业，罪的业的旧状，隆重发生了。我在 SD 传福音，就是当机听，他们是在当机听我传福音呢，就是因为伊老年里面连死来惊。隆重隆家事，二十几位，这是严重状。伊就吃温糖，你讲我拜五十年，学晒伊人跳蛋五十年，无一日会过到外边，所以听我讲正爽。那兄弟们，这就是伊生命做嘢就做搞了东西，爆炸不成了。第二个案，有一个大哥来找我。是天主教的教堂，你就听我的名字来找我。在这来往复就开始了，又开始哭了。我兄弟就跟我说什么事，你说我的母离开我跟我离婚，但你几个月之前你办了一个英国的华侨，然后在 MSN 不差不 Facebook 的 MSN， 但你 MSN 说到被他谈情说爱，讲到伊个宝贝个英国，解病病大三个月，对内边个是红娘。我来开始问几个问题，头一个问题我问讲，你出来有离婚的代志发生？有无？我马思想就走去啊，我思想就走去啊。那然后我来老病归查一下，那然后我问你出来几年？几年兄弟啊？伊讲耐兄弟啊，我唔系高嘅。然后问第三问题，你高教呢？伊讲系高唔教呢？我掉了，伊就装老了，伊生命，伊搞了三年来，生了一个囝，离婚的代志破发生了。那兄弟们，这桥人到到尾有离婚哦，伊来电话讲当今我来做几多，化除就做几多，然后我将你心归了耶稣，我来信主，为生命改变。我几多可以，几多可以，我拣了几多。到今日我无离开伊，顶两礼拜咁先，我到电话去证明，伊过来 click 我个书，我讲你摸啊，你摸未下用下嚟摸，伊摸无离开伊，咁意思咧，伊个脚，伊个嘴就装鬼啦，因为大啲对对危险嘅情形之下，伊到底做嚟唔行做落，伊悔改认罪，伊生啊改变，嘴就装花拳。那兄弟们，你们知影，好比说，咱过着悔改的生活，你要过着悔改的生命，茫搁犯罪，是因为就讲咱点啊，咱悔改就做主人头前，但是咱罪的旧作会破除，和咱的祖先的罪无在了，咱的生命发生，因为你唔知，你生命要发生物件。但是你要相信一物件，当你悔改。但是主人后生接受这救恩的那么十二架灯的保卫，化除你罪旧状，所以耶稣的圣血化成医治你的生活，医治你的家庭，医治你的生命。所以这五种的旧状必发生在你的生命。兄弟们，今天好事要悔改，因为悔改把那个化除你生命的旧状，和你旧状必不再发生。第二来看。他们想要悔改，第二样物件，如果悔改，就发生在你生命，来讲针对，来讲针对。
针对周遭，就讲悔改过了悔改生活，我搁悔改强调，悔改唔是单单靠咱去祈祷犯罪了，祈祷犯罪了，祈祷安尼简单。你要行主的路，当你行恶的点些，行头前的道路，你要回转行主的路，无要再行古早的路，这叫悔改。这个叫做悔改。当你安尼看的生活，安尼看的生命，再心来悔改点些，这个悔改要针对你的生命的周遭。咱看圣经，出来去记第三十四条第六十七节，出来去记第三十四条第六十第七节。耀华大地一的面前宣布说，耀华耀华，就连免受恩典的神无随便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的诚实，为千万人存留慈爱，赦免罪恶过犯甲罪恶，万无义无罪，为无罪，定着在对妥的罪之病交警的交三四代，来听清楚。罪的旧祖会留下三至四代，所以我是要明白，我怎么无做坏事，都无先做了啥？这差人经营做了，咱物件做了，是不是？但是不是我咧衰，做物件咪袂好势，我一乌暗物件都去歪歪歪歪死，我感觉会着的，所以后面神父就帮助咱，我就讲袂晓做。因为你唔知你前几代所做嘅一切物件最后嘅罪嘅诅咒，留落啲三到四代，你都是在你咧第二、第三、第四嘅四代内面人。所以同样感觉到安尼嘅衰，相反哦，你惊你若是头代做罪嘅，你就留，互你子孙。对罪的咒诅三四代，今日你做罪犯罪，你的罪的咒诅就留俾你的后代三至四代。听得清未？他们说咧，佢悔改成话，淡薄罪咱就悔改，万都行啦，行得对。淡薄罪咱靠咧主的恩典，万都咱有主的保卫。做尽力，甲做脸面，做咱个生命当下，咱今日有啥物做，咱要甲针对，针对用悔改来针对咱个罪就做，予咱个罪就做，也是咱犯个罪未留到咱个后代。所以你看到先，你看到教会内面真一人生命改变，就是因为悔改。为人离婚，阿未信主，咱来个教会，咱就信主来娶了伊囝。但是这个离婚的代志，到底家庭娶来真正大个破坏。但是信主过后咧，怎子啊？伊家己改变，伊已经改变，所以无过这个代志发生，这个情形。就比如讲我家己，生我老爸老母离婚啊，未娶未嫁。家庭思想要见到伊啊，饲我老爸也是思想，本是外口查某，伊就对伊有发生。但是今我信主了，我嘛做了啥物件？错我信主，我信主了，就是我看到啥物件，我家庭，甲我整大家庭是完全无相。我一代受了上帝话，想悔改，悔悔改生活，要行上帝话。如果我的子就切到清清去所有罪的业，他人的日子就跟我更加不相了，因为他人叫做帮学的后代，新的时代。今天弟兄姊妹，你自己谨慎，你要留给你的后代什么？他跟你说，你要给你的后代什么东西？他跟你说，要留下你后代罪孽，不能听，所以惊伊继续犯罪。但系你就留你后你罪孽，大啲你后代，你的罪招咗到你后头。你若是要让你一代内面清气啊，你就过着悔改的生活，因为悔改的生活会针对你罪的招咗，或者罪招咗，大啲你一代完全靠咧做保卫，洁净清气，靠咧做恩典，
结成亲戚，然后落来的后代隆重成为一个帮扶属灵的后代。听来姊妹，唔见。所以，我想你悔改生活，因为悔改会针对咱所有罪的纠错。来第三个看，来到悔改的医治纠错。那听来姊妹，我读一段，读一句话，你拢听清楚啊？无你心学会歪翘的啊！医治纠错的意思呢，就是医治你着纠错的所在。悔改的发生这样的事情，就是医治你生命发生的事情。第代志的七章十四节 ，Second Chronicle 7:14。第代志的七章十四节，圣经讲，这个称为我的名的兄的主名啊，那是主必祈祷请求我的名，转离一人的恶行。我爹爹要在天上垂听，赦免伊人的罪，医治伊人的地，听到没？医治伊人的地，来听清楚。圣经人讲，那是人在你主面前谦卑、回转、寻求主的面，离开所有恶行，上帝要赦免伊的罪，赦免的罪，开始发生什么物件？伊的地含着医治，含着被悔改啊，亲们。这个悔改的对地要成为医治，对生命、对生活要成为医治，甚至对身躯要成为医治，对经济要成为医治，对手所做的一切拢总要成为医治，对财政地要为出生出一个规矩出来，结出规矩出来。那像这位，我哩老早这边呢，登入悔改的东西啊，这个悔改就是接受着神的大能力、救的能力。原谅老少的灵力，丰盛的生命开始入到你家庭，入到你生活里面。然后，你这生命看到医治过后，相反的你子孙跟到看到医治。一个单亲妈妈，伊受了诅咒，伊家庭破碎了。你想看，一个家庭破碎生出来的子怎样？也你看市场里面，隆重社会问题。的背景当中是大的家庭开始出事的，就是家庭受诅咒破碎了，就造成家己的伤害，家己就出来就带了怨恨，带了人心，带了悲伤创伤，来到大汉的点样生活，就将这个残暴，将这个暴仇，将这个仇恨，将这个怨恨当中发到的社会里面。所以造成社会问题出来，也是因为当一个人的生命来到主面前，伊的脉就医治，然后伊生命开始生出爱出来，生出流血、平安、喜乐出来。相反，这个医治都传到伊的囝，伊的囝得到医治，从迄一代人信耶稣开始，也是因为伊人的家庭就医治了。落来的是啥？伊的囝子。无不在乎顶一代所谓罪罪咒诅发生在你一生了。所以等你悔改了之后，就咪发生安尼块的情形，就是你地得到医治，你生命得咒诅所在得到医治。我唔知咱所在得咒诅，你经济得咒诅，你心主咧点样对主的话行，行着悔改生活，过着悔改生命，你经济得医治。我唔知咱你所在得到医治。你家庭有意志吗？你爸母无好诶，离过婚呢？你爸卖母，你妈卖母诶，即个就是你家庭的诅咒。那现在换到你信主过后，上帝意志的领导你家庭，头一个意志，你来意志你家庭，但到你一代开始不一样，下一代你家己点样，隆重布施起来，即叫做意志你地。我唔知讲你家头意志白听吗？你有病痛的意志吗？人跟咱老娘，伊会高烧治个啦，跟咱骨卡骨手跟咱治着的，人跟咱一人无治着，是累无治着。啥物事呢？伊家庭内面一个新主，你咪话伊无平安，阿妹，到家庭个人跟咱平安，啥物事呢？伊新主的，
一过了八界生活，所以罪深作完全化毒。兄弟们，如今我爱什么款的证明？咱是邪教，我有别不对，但是我从上帝话来讲，如今，兄弟们若是肯悔改，你生命从今开始，你在主面前真正严肃的对付对待，你所做代志，过去悔改生活，一代开始，你一代所有咒诅拢总被破除，针对着医治落来你后代了，世世代代、千万代，拢在在你主面祝福内。阿门。所以人生话，咱才看圣经来。约翰一书第头条第八章个十节，约翰一书头条第八章个第十节。圣经讲，我人那是讲家己无罪，都是家己欺骗家己，真理无大伫我人心内了。那是讲家己无罪，唔过就是欺骗家己，因为你走未过这罪咒诅。落来第九节，圣经讲，我人那是认家己的罪。信是信，信是公义的，定着来讲，定着，来讲定着，定着，定着，下面我人会做，洗清气，我人一切不义，上帝是信实的，所以伊讲的话，叫做真话，伊听的，伊怜悯，伊是下面会做，上帝是公义的，你做哪做啊？叫做咩？这话咧是公义的，伊将伊执法。在你生命的执法，放在你你的子耶稣的身上，你本来执法你的，伊也伊的子替你来受这个刑罚，然后你变了这个刑罚，你得去。七十二个灯呢，应该是你；死的应该是你。老火的应该是你，化水的应该是你，但是耶稣替咱人顶十二架，为咱老火的化水伊的生命替咱人死，今日咱人得救。所以上帝信实就是救你，上帝公义就是将要积块到咱的身躯，积块到你上耶稣的身躯来。兄弟姊妹，你看到上帝？我无爱听你。第十节，我人若是讲家己无犯过罪，便是以行为公平话。若是讲个无过，你无你讲家己无犯罪，你就是讲上帝公平话。然后伊会多无大伫咱个心内面啊，唔是上帝公平话，就是你公平话。上帝公平话，变哎呀，姊妹，咱若是无认家己个罪，无相信家己个罪，你。就是讲上帝公平话，然后如得罪了这万民的主宰，万军之耶和华上帝，因为伊是要来解决你罪问题，所以别怪人若是无在罪，人若是大滴犯罪，卖离开罪，罪到了点声，伊定要受责罚，到到尾来落去地狱恩惠内面，永远灭亡。但是嘛，但是好意思，咱们悔改，因为悔改会化除罪咒诅，悔改会针对罪咒诅，悔改会医治你着咒诅的所在。所以信主的人的生命会改变咯。诶，好意思，信主，信主不是嘴讲尔。信主是一个生命，悔改的生命，接受着主耶稣的救恩，把我们叫做真正的基督徒。阿门。但是嘛，若是你未有读蒙福，未有子孙蒙福，在这代开始，咱就要过一个悔改的生命，甲悔改的生活，安尼款就祝福着你。祝福着你子孙，阿爸你来讲祝福着你，祝福着你子孙，阿爸起来，感谢主。